越高越复杂。战争要能解决问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解决了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还是解决不了，这还有第三次，后头还有第四次、第五次、无数次。这就是说明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能解决问题呢？施恩不求报，于人不追悔呀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美国人打韩战，花了180亿美元呢，180亿，这180亿要拿去布施南北韩，我想问题马上就解决了。无条件的布施，一布施之后来调停他们，谁不尊重你啊？谁不听你的话？你是好人吗？越战花了10倍，1800亿美元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永远借着冤仇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谁愿干这种事情？这1800亿送给越南，我相信越南人看到美国人都喊老祖宗啊，大恩人呐！这我们冷静想想啊，无私、无条件帮助别人啊，真正是。是为别人利益着想才能解决问题。今天这个世界纷争解决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任何人他考虑问题第一个观念，对我有没有利益？